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是这个，哎，可恶，反光啊！2023年的1月6号，现在时间是再转一次，8:24。好，这个只会维持10秒钟而已。哇，我看得到它一直在闪黑线的，但是我用眼睛看不到，用这个摄影机就看得到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上班打卡吧。哦，明天的话还要上班啊，各位朋友。虽然说明天是礼拜六，但是要补班的关系，好，所以明天的话依然要上班。好，我们的冯乙的话他也上班了。冯乙昨天到几点啊？9点半。到那边9点半。对啊。好，我们的老冯呢，昨天在 IU Pasta 圆点店待到9点半，因为昨天的话是算正式开幕的第一天嘛。他在那边镇守，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资讯的问题，好，就立刻处理，非常的尽责。好，晚一点的话，在今天里面看一下昨天的业绩有怎样。哦，昨天的话有老冯的加持，业绩我在想应该有2-3万吧，应该会有。好，那小金应该来了。你们晚上的话会很多人吗？就是再晚一点的时候，还是说差不多7点多之后就比较少，就是那一轮吃完。就比较没有人，好吧，这正常的啊。好，因为我们中部人都比较早睡觉，所以说呢，吃到7点多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如果说是像台北啊那些的，可能还可以到2-3轮，但是中部的话，可能到7点半之后就比较难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对啊业绩提高。好，但是应该是可以透过一些其他方式的，譬如说可能超过7点之后来用餐打8折啊9折的方式。哦，可以促进人潮进来，好，这个可以再想。好了，那就上班愉快，各位朋友，拜拜。